大家都睇見咧，就而家中國嗰個變動化簡直係瘋狂啊嘛！因為我哋見到股市嘅變動，導致啲人已經對股市冇曬信心。Web 最近最新经过两个月的总结，现在我们将要进入五月的时候，我们就会见到五月会出现很大的动荡，而在五月六月的时候，他觉得会出现一件严重的事。其实香港已经有这个先兆，就是个股票市场呈发癫地上升，但是他其实是两个月前至到刚刚这几个钟头前都是讲紧一样东西，他说股票市场会动荡到一个阶段，突然间将我们在五六月的时候会见到中国的股市全部狂跌，疯狂咁跌，跌到个阶段出现恐慌到个阶段，政府要介入，而最尾导致中国一定要做一样嘢，就系、是、要公布俾全世界知道佢有几多金。而因为佢公布嘅金嘅量咧系远超乎全世界人嘅估计嘅，咁所以就会导致几日之内全世界所有卖金嘅地方就清晒嗰啲金噶啦。我哋親眼見喺五月、六月、七月，包括準確程度好得人驚噶嘛。佢講嘅資訊，第一佢講嗰啲咧，好多係史無前例噶嘛。譬如好似中國股市會大跌，中國會救市，並且中國會用一個方法救市，就係、是、公布佢自己嘅黃金儲備。呢啲根本咧，中國用咁嘅方法救市啊，將好多 A 股咁樣救，係史無前例噶嘛。而嗰個救市大到個階段咧，亦係史無前例。你知唔知當時超過一半嘅股市係停咗牌嘅？超過一半啊，先至有個假象，好似佢跌勢停咗。你試下開翻曬嗰一半，你睇下點跌到零都不得止啊！我睇你知唔知道咁瘋狂？但係問題當時超過一半停都唔得，而中國要公布咗佢哋自己黃金儲備。嗱，呢啲全部史無前例嘅啦，呢啲從來個幅度係未試過啦。纵使由六月中开始，中国政府史无前例地用尽千方百计介入市场，甚至累积投放数万亿元人民币救市。到咗七月十日，中央甚至采取暴力救市，竟然出动公安警察进驻中证监调查所谓恶意沽空，为中国股市25年嚟历史上首次，亦系世界首宗先进国家对自由股票市场作出如此重大嘅干预。七月八日，有所谓嘅商品大王之称嘅罗杰斯接受凤凰卫视访问，对于内地股市接连遭遇重挫，佢表示仍对中国股市充满信心，截至目前冇卖出任何中国股票，相反佢又买入咗上证所嘅中国股票。七月九日，所谓嘅高盛集团嘅亚太首席策略师 Tim Fimo 表示，中国股市于未来一至两周内可能就会出现底部信号，并重回牛市上升轨迹，呢一次行情将根据潜在基本面嘅情况发展。七月十三日，所谓的法国巴黎银行评论称，中国股市及 H 股上周已经见底， H 股或将反弹，并再次试探近期高点。七月二十日，德意志银行声称，香港恒生国企股指数估计已经见底，年底前有机会上涨18%。所谓的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策略师常宇良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香港交易的中国 H 股指数估计已经在七月八日筑底。Web 喺七月十三号就讲跟住会发生嘅嘢，实会中啊！第一个咧，中国嘅股市七月尾之后进入八月，成为一个不幸嘅八月。將會由八月至九月出現七個好黑暗嘅星期，就係啲股票係咁跌，直成成個經濟好似煙花匯演咁樣。喺咁嘅情況底下，甚至出現更大嘅經濟崩潰、更大嘅恐慌。而喺跟住七個禮拜之後，就會有三個禮拜嘅時間叫做調節期，但你千唔好諗住咁就停咗，跟住先至真正係大跌。而大跌到嘅階段，中國會直成係停咗全個股市，係咪史無前例啊？我录呢一篇信息嘅时候，其实系八月十四号凌晨 ，Web 准得好惊人。佢应该系经过好多转嘅进步，而导致佢能够识得解读嗰个金融嘅情况咧，准得好紧要。
哪个国家在自由市场当中找军队去说你不准沽空你的股票，你蚀你都要吃。现在我们由五月开始见他的预测全部都是香港中国首当其冲的。譬如八月八号的时候，他讲关于整个八月将会成为中国人不幸命运的一个月，已经接近八月的尾声，大家都亲眼见到了。第一点讲到关于，其实而家我哋一定要知道，就系按 Web of Data 显示，其实系冇自由市场嘅。而家我哋所见真正嘅自由市场，全部系灰色地带嘅市场嚟噶。其实唯一嘅自由市场就系我哋讲嘅 Bitcoin 啊。我哋将会见到 Bitcoin 会反映出全球嘅经济崩溃嘅。当 Bitcoin 系狂升嘅时候，其实全球嘅财富已经系出现震动啊。真正的自由市場其實就是 Bitcoin 和所有很多這些數碼貨幣，即是一些 encrypt 了的加密了的數碼貨幣才是自由市場來的。第二大點佢講到就係關於現時我哋所見中國嘅股災會係完全似足曬1929年股票市場嘅股災嘅。從 Webot 以1929年美國股災對比中國大跌市，並且中國將主導全球經濟崩潰嘅話，香港嘅股市如果亦如 Webot 預測應驗，就會由24000點跌至約2600點。又华牧师曾经在主日信息当中分享，现时我们所看见的大跌市其实是 Freemason 透过众多银行家精心安排一早预备好的计划，到了特定时间就会大跌。因此过去几年陆续发生很多银行家被杀人灭口的情况，因为当整个计划已经完成后，所有参与这个计划的银行家都会被杀。这个就是 Kill the Mechanic 的原理。股票市场的股灾，他说无论是 short term 和 long term 的资料，即里面包括由3个月至18个月一路看来，这两三年里面中国股灾会全面引发债务爆破的，即不是只是中国，是全球。我们所见现在这个跌势都还是慢的。他说跟着呢跌到呕，即是用这些字眼，那个跌势快到到时对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破坏就非常之大了。第三點，佢講嚟到九月，由九月嘅第一個禮拜、第二個禮拜、第三個禮拜，中國嘅股票市場都會非常之大混亂。佢講到好似一班喊緊嘅小孩子，就係啲商家，佢跟住一個已經受到重傷並且啲手腳都脫咗臼嘅一個都不知自己做緊乜嘢嘅女人，咁樣去行埋呢三個禮拜嘅將會。然后跟住进入去第四个礼拜，就是我哋所讲调整嘅时间。但呢个调整时间其实都为普遍嘅市民带嚟一个灾害，因为佢直情系冻结资金啊。关于冻结资金呢一个现象，其实2014年嘅11月已经有讲到嘅 ，Webber 不断浮现，至到2015年6月都不断强调呢个冻结资金一定会出现嘅。佢講到中國人就好似藍色嘅螞蟻咁啊，將會走遍唔單止中國大陸，全世界去揾金、揾銀、揾保值嘅物件咧，全部都狂買，買盡曬呢一啲嘅時候咧，佢哋開始買 Bitcoin 啦。在2015年8月4日出版的 Webot 重提，由2014年尾开始 Webot 经已作出的预告，中国的民众俗称中国大妈，亦都是 Cliff High 口中形容的王太 Mrs. Wong， 他们将会如同一对蓝色蚂蚁兵团冲刷整个地球。中国人为了保护手头上的资金，到世界各地疯狂抢购各种有价值的物资，例如黄金、白银、珠宝首饰和比特币，将世上所有物资都搜刮干净。这个正正是政府干预经济市场的必然后遗症。你只是想想你自己，想象你自己在中国大陆上面你是一个有钱人，但问题突然间这些股票贬值到这么紧要，现在讲几十万亿是这样不见了，他一定是会买晒所有保值的东西。但是最疯狂就是他们就算买晒所有金银宝石买晒之后，其实他们都保护不到他们自己的财富，所以他继续买下去。按照 Webber 讲，如果他今次买进之后，很长时间里面都不会有金银，而导致所有专是卖银币卖金的铺头跟着就是陆续执笠。
第五点就是保值的心，其实我现在讲的是8月4号星期二他出的这份的资料，但他讲的将会去到8月8号之后，他说有一个变动，讲明是汇率的演变是会导致一致性去压碎整个股市的。让整个股市爆炸爆破，四方八面崩溃，并且导致到全中国的很多有钱人都想着这个保值的心。他们的 credit， 他们的所有流动资金都会被冻结的，将会连续三个礼拜冻结，是九月的第三个礼拜之后发生的。但是九月头三个礼拜已经癫晒了，已经大混乱了，已经啲人觉得好惨了。但问题是第四个礼拜才是最恐怖。这个冻结资金的现象会由中国一路蔓延到全世界，非常之快，导致整个市场，他用字眼就是崩溃，好像血管，好像一些大的管道突然间中风，一路去到不同的地方。九月第二个礼拜开始，我哋会见到银嘅峰值 peak silver， 嗰阵时候我哋将会见到开头就会啲银加附加费咁，但唔得啦，加咗附加费之后咧，都俾人照买晒佢，一次过买晒佢，所以变咗冇啦，冇晒呢啲银噶啦，亦系中国嘅财富饥荒引动全球出现呢个银嘅峰值嘅问题嘅。而家股票望望啦，系咪一开嘅时候等于废纸嘅话，咁而家佢剩翻嘅就系佢自己手上嘅人民币，但系仲要咁贬值，跟住呢个贬值你唔好谂住停，因为佢会产生成个亚洲区嘅货币战咧，会导致人民币非常之唔稳定啊！啲人惊到一定要去买呢啲保值嘅嘢，直情叫 panic to own 啊！嚟紧将会喺啲银币铺全部满晒人，而珠宝店都满晒人，而仲要出现人踩人啊！我相信呢个事件甚至最先发生就系香港添。資料顯示一樣嘢，就係嗰啲脱離社會文化嘅人民開始出現啦，就係因為開始知道喺城市裏面生活係危險啊。2015年尾，因為呢個經濟崩潰，就開始見到一啲人走咗去荒郊野嶺去生活。咁而2016年就唔單止係見到淨係中國啦，我哋見到美國、歐洲都會因為呢個貨幣系統崩潰而出現。好明顯，全世界其實你會睇到一個好大現象。如果我哋真係大前提去睇咧，你發覺就係中國同俄羅斯不斷係將美國嘅債券，即係簡單嚟講係美金，因為債券就係一張紙，我欠你幾多億咁嘅啫嘛，係咪？但係連美金都冇，佢將一張紙咁掟翻曬去俾美國。而在美國和全世界歐洲的地方，中國是這樣在引動他的人民是買大量他們的金，藉著匯豐入了很多了，已經現在再狂買，所以變成中國來說是都有意讓這件事發生，讓他們買很多金銀寶石啊這些東西。遲多兩個禮拜，我哋繼續去講關於地形上嘅變動。咁你發覺係啊，真係原來呢個經濟變動之後夾雜出嚟，就係全球嗰陣時事件，導致成個美國直成係離散式生活嘅，住喺海洋邊嘅人，住喺海島人都會有災害嘅。